太上老君大帝言：空中妙法万人传，代代宗师传妙法。若道要挟做害人，男人做害男人死，女人做害女人亡。如有要挟来做害，空送点火自焚身，奉请天门有火路，门来烧尽白鬼化尘灰，故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赐。谢同学，为什么来香港跟方海月师傅学六人法门？是这样的，我本身呢，原名叫谢德辉，我是新加坡人。那么我本身在认识方海月师傅之前呢，是密教呢，密马巴阿斯利。那我对道法也有很浓厚的兴趣，那很荣幸呢，在一次机缘的情况底下，认识了方海月师傅，所以我仰慕他的名声而来的，学习六论法门弟子，就借此道法呢，也弘扬道法，帮助他人，自利利他，也能自度度他，然后也能为更多的人服务。谢谢。